我今儿我就问你这事儿，凭什么说是纪念品免费的，给他不给我？哎哎，你这人这德行，你看你冲他就那嬉皮笑脸那模样，你冲我凭什么这态度？你不要这娃娃你能死啊？你给我还不一定要呢。你不要你出去吧，你这喊什么？你走。那我现在又想要了。哎，等着吧。等什么时候？等七年。凭什么他不用等七年啊？他七年前就要了。你七年前就要了？你告诉他你七年前就要了。你告诉他七年前就要了。你不是你看他就是一外地朋友，他根本听不懂咱们说什么。就是一外地朋友，你说咱俩这本地的跟这吵，让人笑不笑？听他这口音哪像外地人？他本来就是外地的。你看看是不是外地话？你他妈蒙谁？你来不这么费的时候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事儿必须给我解决，要不然我就闹到底。真他妈滚刀肉！这钱给你行吗？你走吧，这给你。哎，你别给我呀！你再骂我两句，我蹭点流量。啊，那我们俩倒立骂你。那太好了。那一会儿我把这卖娃娃的经理再找过来，发一声明，证明咱们都是一丘之貉。好好好。